真的扎到是吧？哎哎，有的哎，有的喜欢你在后面。啊，在后面接线的要排清楚。排清楚。每个线怎么接的？到时候他回去不知道怎么接。大概一个参考，但需要我到时候做标记。上面最关键的是上面这一条线。上条线那么多谁整理的呢？身上相符修的，就这个接上去。This wire。哎，对。这是什么线？这上面。哦，this wire。就是这里。你注意，这是感温探头的，测量温度的线。看一下。OK。这个是380的静，这是总电源线。好的。三项两百啊。哦 ，surface 220 voltage。啊。嗯。三项二百。60 frequency。你在前面。拍到前面，我把后面啊，一点点，一开就关。现在没有水，我们只能点一下看电流，看电流起来就可以。你告诉他，哎，按那个绿色的，就是开启动，按红色停。那第一个是。你在上面标英文了吗？有啊，上面有、啊，但没有标绿色和红色的嘛。你看，就这样看这个啊。你一开关。啊。啊，第二个。嗯。开搅拌，搅拌告诉哎，先开着搅拌，绿色的。然后哎，你到时候哎，说明注意啊，先开着绿色，以后把这个蓝色的按一下，也是绿色启动嘛。哎，按一下，然后再调整旋钮，然后拍锅。加速。现在加速站。缺水了是吧？对，加在里面冷却水嘛。Cooling water inlet。这边排水看。
这排的。哦，最内间 outlet。行了，你再 OK 了，拍个整个外观就 OK 了，就结束了。电源没关了，那个是吧？